这不该底下那斜眼吗？说实话啊，您是不是想坐这儿给我捏啊？看错脚了？不是，是因为你刚才那态度，我不得找一个笑脸的吗？对不对？不是哥，如果说啊，您要能好好给我捏，我给您找人家提拔您或表扬您，您有这话就行。虽说不是我的前队长，那也是六队的队长，有油吗？干拉呀，拿油啊！我那个。哦，手湿润一下。对啊，行行行，对不对？您就这一招啊！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行，哎，可以。嗯，嘿，专业啊！几零几呀、啊？哎，梦技师，我点的梦技师。哎，先生您好。您好。嗯，来自哈尔滨七号。哎，好，您好，您好。这位是这个是我点的，进来练手了。其实我没找他工作。他没学过呀。你穿这衣服，你没上去培训，我们俩培训完了，手都培训红了。不是不培训不算是。对，多新鲜，他没学。手法不标准啊。我是自己自学成才的，啊，打小我就。那我考考你反射区，脊椎在哪儿？在这儿。那错了，瞎开玩笑了。颈椎在哪儿？颈椎在这儿。哪儿啥都在那儿。这不是，这是颈椎。我有个小想法，咱让专业的来行不行？行啊，钱队长。那我按他这大脚丫子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给四万。开始了，行吗？开始啊，咱感受感受啊。这孟哥专业，哎，啊，你就是腰椎有问题。对，我腰伤过，哎，对，疼，腰伤过，腰椎会有咯楞，感觉到这儿咯楞了吗？咯楞，有点。我真的认很认真的在学，真的认真学。四哥，稍稍刺激一下心脏，嗯嗯，有进这个血液循环。我也想刺激一下，我正给您刺激呢，您心脏没什么毛病。你给我刺激一下！哎，啊！两条大筋就像两条高速公路，我得给它通开了，我得让这高速公路通车呀！它有一个收费站，它有一个，先停一下，行了，行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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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呦，嘿！爸，慢走您，慢走慢走，谢谢光临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慢走慢走，这是大堂了是吧？哎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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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问一下，这个张九南在哪？他打完枪弹往往回不去了，拿了您几张啊？三张，带换鞋呢。哦，您稍微跟我联系联系，我给您问问啊。啊。栾哥又给我发语音了，是干什么呀？喂喂，你拿人大妈三张票，人大妈走不了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哥，我现在去给人拿去。你不行，你就买单，让人三大娘先走吧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您大堂长等着吧，来吧。好嘞好嘞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你拿人大妈票干什么呀？我以为那是证据呢，哥。不是，那也不能这么玩啊！我给人，我结账，我给你结账。阿姨，实在对不起您啊！我给你结账，我给你结账，扫这儿就行是吧？来，小月。嗯。来，小月。这个是刚才张九南把人三个票拿走了。让人大妈等了很久，这是绝对是咱们的工作失职。但是现在你是员工，我是经理，给三位大妈找鞋，然后把三位大妈送上车。好、哦，对不起，三位大妈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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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瞎串了啊！来，小月，咱俩拿鞋去给人。来，您坐，您请坐，大妈，你快坐，我们给您穿上。不是这样，我们来猜一猜谁的鞋，好吧？您先请坐，现在这您仨人就坐这儿了。
哎，我看衣服啊配啊，您这肯定是旅游鞋对吗？您是旅游鞋，红色是您的，这个黄色是您的。嘿，还真猜对，哎，还真的好，谢谢谢谢。我来，我们自己会自己。我给您穿。不用不用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谢谢谢谢。行行，你给他们送出去，正好你就站那儿了。啊，没事。哎呦，这舒服。就是能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丙技师的这是力度绝对合适，这个是绝对是稍微柔软大那么一点儿。不是你脚多大？你心里没数？我脚大跟劲儿大没关系。你反射区得从这么低的一个地儿往那么高上反，我不得多使点劲儿吗？好不好？好，二十一时间到了。哟哟，不好意思，我还真得再摁一会儿，我得给人摁完了啊，这不算家中范围之内啊，反正我也得尽职尽责的给您摁完了，好不好？哥，我跟您说，不冲手法，冲您这态度，我也得加重一会儿，真的，好吧？各部门注意，马上到员工餐厅召开全体大会。收到。好的，师傅，收到。烧饼收到。收到，收到。哦，换了新岗位之后，一切顺利吗？还挺顺利的。我刚才为什么看见周九良匆匆忙忙的跑回来？你刚才干嘛去了？有一张罚单。又有一张。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康体部就是没去过，我想体验一下，我就把衣服换了。这个严鹤祥老师就站出来说，你是异星，不能来康体部，你算离岗，就给我开了一张罚单。哎，有没有人这个下午给人家代客泊车的时候，车没有熄火，一直到刚才？啊，也是我干的。这个对不起，因为我不会开车，不了解这些。问于老师，这种汽车一般几天熄一次火啊？只要停了就得熄火。他是忘熄火，一直跟那着着，很费油，师傅。对。他是不是觉得不是他的油，他就不往心里去了？应该是这种心态。因为我这个停完车以后，我就匆匆送客人进来，我就忘记关火了。这个是个工作失误的问题哈、啊。但其实客人挺高兴，一下楼那个空调还是凉的，一直没熄火嘛。对，直接就开就走了，客人很满意。师傅，是你的车没有油了？太对了。实名举报周九良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早上他保安的时候，他帮我停车，完了之后呢，这车停这儿，车停好了，车没有闭，啊，着了一天。我刚才一上车没冻死我啊，实名举报，完了要有什么贴条啊，那种罚款呀、啊，完了就罚他啊，这事没完啊。你这事故挺大的，你得赔辆车。是是是是，对呀、啊，你看气的车主这大姐都头发都没了啊，都得植发型。向您道歉，向您道歉。那就扣两个泵吧，一星也没办法再摘了。啊，还是一星，一个星。于副总，我们是不是到了工资条的时候了？对了，我们该算算大家各挣多少钱了。我实名举报张九南。张九南又做什么好事了？他拿了很多人的这入场券，他给收起来了。人家好多人都困在那儿走不了。师傅，我想请解释。下午我以为那个入场券就是玉麒麟的标志，我就拿走了四五张。后来呢，我往上交，发现不对劲儿，就找不着了。但是到后来呢，我别耽误人家，我就自己掏腰包把人今天洗澡钱都给结了。我没耽误人家师傅。不是，你怎么逮谁看人家玉麒麟，就正经八百玉麒麟就给脆了。也是大家投票吧，好吧。如果举手的人数过半，那么张九南的事情我们就不追究了。三二一，请举手。咱俩过于明显了，说实话，我就有点说不过去。咱俩别举手，咱俩站在正义的角度上，也不能举这个手。罚他，罚死他！咱实在说不过去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你必须要接受惩罚。来，于老师啊，我觉得减一个行了。谢谢大爷。所以我们最终的结果